您最早看出来李登辉其实是有台独的想法的。台湾不是国，台湾是个省啊，但是我苦战难民呢，他们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所以您一身戎马，却是最不希望打仗的。军人啊，为国嘛，这个也还是为了国家啊，为自己的光辉啊，来牺牲大是大非啊。老一辈的爱国人士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很小的声音。没有这个问题，没有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他们故意的，谋略战、心理战。问答神州专访台湾新同盟会荣誉会长、中国国民党陆军退役上将104岁的许立农。老爹，很高兴看到你。我也很高兴看到你，你好美啊！我也觉得您好帅哦。104岁，104岁，我脑子很现在很迟钝。迟钝，迟钝是跟以前比。我知道你很关心时政。常常在两岸来往。看到的两岸风云诡谲，看到的不少，听到的也不少，自己参与的也不少。你要问我什么，你都知道。从事报告。许立农，安徽贵池人，1937年加入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战争，曾历任台湾重要军政党职。1982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，1983年担任台湾防务部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。1993年11月，许立农反对时任台湾领导人、中国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台独路线，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。1994年创办新同盟会。多年来，许立农被称作是台湾统派的精神领袖。这个是在官校，在官校的时候是吗？对，他当校长。哦，你在官校做校长的时候。对。我还看到郝柏村。对。都你的老友。郝柏村当总司令的，我当校长呢。这是我是离开辅导会的时候，他们这个送的。哦，你算是退休了。很多荣民都觉得你是他们的大家长，永远的大家长。但是我们坚信，离别不是情感的分散，而是爱国力量的扩张。在心底深处，永远牢记您的教诲。你给那些退伍军人或者是荣民啊，给了他们什么教诲？我希望荣民爱国。荣民爱国。国民党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李登辉真实的想法，但是您在他身边，您最早看出来李登辉其实是有台独的想法和做法的。您是看到了什么？我见到是跟司马辽太郎那的谈话，一开始他就讲，台湾是无主之地，中国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，就在你们周围这样说啊。日本的这个报纸上是公布的，中国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。从国民党到了以后，到台湾来以后，台湾人民呢就没有能好好的睡个也有个晚觉。这个我看到的大人。同时啊，他谢谢从美国来的太多的多地，他说。做你呀，只能做，不能说。统一啊，只能说，不能做。这个消息是怎么出来的？被消息的人出来以后就说。那所有的人都听到了，为什么其他的国民党的高层没有听到吗？他们都听到了，但是当时我是官位啊，没有人敢说。就是我一个人在反台独。你有没有跟你其他的国民党的同僚谈过这个事情？都谈过。有的人说，李登辉绝对不会是台独。我讲你怎么知道？他亲口跟我讲的，亲口跟他说的。我不愿意说这个人的生命了。啊，但也是很客观了。所以你当时因为大是大非，觉得官位不重要，真理比较重要，所以你情愿离开
军人啊，为国嘛，出来就是为国家嘛，这个也还是为了国家嘛，国家嘛，所以我们不能够为了自己啊，官位啊，为了自己的官位啊，来牺牲大是大非啊。后来事情的发展，正如你说的，很多人都很受伤，尤其国民党的高层，他们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赶到台湾来的时候，你们那时候很小，你不知道，那时候我们都叫中国，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的。后来呀，李登辉在报纸上呢，说台湾是台湾，大陆是中国。我曾经在那个国统会啊，两次建言，第一次上我说这是台独的第一步，中国就是中国，没有什么的大陆中国是中在台湾，台湾不是中国，他没有取缔。第二次啊，开会的时候我在国统会，我曾经当过国统会的副主任委员。副主任委员，我第二次又有发言，我叫台湾了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，他没取缔，依然没取缔，但是我苦战难民呢，就我一个人讲，别人都没有呼应，所以你就离开了。对，我退出国民党了，就参加圣诞，圣诞的时候，我讲他是。这是正统的国民党，是真正的国民党。他自己讲的，正当公开讲的。国民党虽然是百年老店，但现在呀只有两岁。他那时候已经是当了国民党主席两年了，老板换人了，卖的东西也不一样了。2017年9月，99岁的许立农在脸书上发文：“我为什么以前反共，现在促统，引发各方瞩目？”是什么触发您要写这篇公开信？为什么有促统啊？我觉得两岸越来越要统一了。如果不统一的话，我两岸都在复兴，等下变成改革开放。大陆啊，进步得很快，台湾跟大陆是一代的血，拔不走，离不开，所以必须要统一，共同来美国国家民族的复兴。就是退休。退休以后的办公室 ，OK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些照片。这都是我的孙女。是大女儿的还是二女儿的孙女？二女儿的孙女。对不对？来，哪个孙女啊？两个都是 Tiffany。两个都是 Tiffany。嗯，这孙女真好哦，陪你跨年呢，特别回来过节的时候。1949年秋末冬初，许立农随国民党军队从舟山撤离去往台湾。而在这之前，许立农在北京火车站与妻子分别。他说等仗一打完就回老家接母女二人。当时大女儿许启燕才3个月大。谈谈您到回大陆去吧，因为您的位阶很高，比较晚才有机会到大陆去。我是97年呢。到大陆，第一次到大陆。去哪了？到北京，到上海，到南京。你没有回家乡安徽？没什么回的家乡安徽。我去的时候啊，他们有人在接我，都问过我，你回来以后的感想如何？我讲呢，春山依旧在。几斗夕阳红，是非成败全都空。我撤退的时候是从北京撤退的，我从北京到唐山，
这谈山道道都大姑大姑，那时候能够出来的人不多。我知道您在内地也有一位大女儿啊，离开的时候她还很小，几个月。哦，那个时候啊，不对，我那时候官价还很低啊，我当副营长，不在县级上，不能带专属，专属我必须要送回家。我那时候很老实，很正直，我都听话了。有很多人没听话，都留在北京了。留在北京后来，他们还亲送他回来了。送回哪里？送回家乡。哦，也送回家乡了。大女儿，三个月，只三个月。他妈妈告诉我，他很害怕。后来啊，他到乡下以后啊，他跟乡上教育员，人家接到他，说你啊，叛徒的家属，不能教小学，不能教育，不能做教育工作，就把他教育员的一个人拿下来了，拿下以后他没生活。又到了湖北啊，投靠他的父母，他的父母在湖北，投靠他父母以后，但是也不是长久之计啊，后来改嫁了，改嫁以后这个小孩啊，我在报纸上他自己写了一篇文章，我看了，你看过是吧？2016年深秋，曲立农在大陆的第一任妻子病逝一年后，大女儿徐启燕也一病而逝。她说：“我们家庭的不幸就是两岸离乱的缩影。”同胞相残，造成骨肉分离的这种生离死别，您是这辈子是经历过，所以您不会希望再有这种情况发生。所以我反对战争。我反对战争，这是以后的原因之一。原因之二是什么？原因之二，我是看到的一般的人是战争热烈的痛苦。这战争的时候啊，士兵固然是最辛苦、很危险，而老百姓呢，一样也是很辛苦。战争没有好处。打赢了，你的物资、金钱、效人员的消耗，也是输了，打输了更是输了，所以无论是赢是输，都是输，没有好处，战争没有好处。2023年新年前夕，台湾新当选的县市长举行就职典礼。此前举行的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，被视为2024年台湾领导人大选的前哨战。在已经选举产生的21个县市长中，国民党获得13席，民进党仅获得5席，遭遇历来最大挫败。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一职，赖清德宣布参选民进党主席。台湾的九合一选举，民进党失去了大部分的县市长的席位，国民党大胜，您怎么看这样的结果？我认为啊，是民进党衰败的起点了，已经开始衰败了，他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、啊。我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啊，他的作风啊，不是真心中华的作风。而是为了自私自利、争权夺利，
所以呀，他不会再起来了。在民进党的这一次失利之后，蔡英文宣布辞去民进党主席的职位，赖清德他可能会接任民进党的主席的位置。赖清德，我曾经跟他见过面，很早以前，还没到台南市长的时候，这个人呢，很沉稳，很老实，但是他有没有什么抱负啊？看不出来有什么抱负。这次很多的县市长，有很多的国民党的新生代已经上位了，您现在看可能会是谁有机会去争取而且得到那个大位的？我看可以争取的人很多了，侯友宜我看他是很好也很好一个人，很务实，而是只用赚钱。他当警察的时候啊，他亲自跑到那个匪窝里边跟他们谈判，别的人都不敢去，没人敢去，他去了，很了不起，我很佩服他。一年前呢，我的生日时候，他就见过我，我们没谈到两岸关系，但是啊，这个人是一样的，他能够把一家的事情就处好了。两岸的关系自然就好了。2022年8月2日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突破诸多红线访台湾。同年11月14日，中美最高元首进行会晤。就在有评论认为这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时，仅仅两天之后，台湾当局就透露与美国已经签署了157亿台币军售案。佩洛西到台湾来的时候，两岸关系很紧张。您那时候说他来台湾的很大一个目的是作为代理人的培养，他是做一个心理战的工作，培养台湾台独的事情。我对佩洛西这个人呢，选举的时候啊，他自己心里面很不安，希望呢能够在台湾找个事，增加他选举的气势。蔡英文曾经提到美国在台湾是有驻军的，所以您觉得美国有可能在台湾已经驻军了吗？台湾没有美国军人，就算是有啊，也是便宜的，或者是美国这个外交部啊，大使馆的军委，我觉得没有其他的意外啊，台湾没有美国军人。那么蔡英文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？为什么要说有呢？穆勒很心战了，他认为美国已经有军队在台湾了，这表示美国已经很膨胀，很膨胀了，到台湾了，很有影响力了。经济学人曾经说，现今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，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，或者是冲突的地方，就是两岸了。您怎么看？我对这个，我就不相信这个事情。这个事情完全我认为刚才现在这个穆勒的心理战呢，是在盛行的时候，他就是用心理战呢。您觉得国际媒体这样子的说法，这个心理战的目的是什么？什么两岸关系更紧张？两岸关系更紧张呢，对美国有利啊。也就是说，您觉得美国不希望他破局，但是要持续的让他紧张。持续很紧张，持续的紧张，但是不要破局，不要真的打起来。美国怕打吗？美国他没有实力，美国没有实力，在别的地方打啊，中美两个国家打仗啊，美国有利。但是在中国的边境打仗呢，尤其在台海啊、南海啊打仗呢，在中国有利。持续斗而不破的情况，会是一个长久的情况吗？我认为啊，他这个斗而不破啊，对两岸都有利，对的中美都有利，但是啊，这个斗而不破啊，
那么维持，那么维持下去很不容易。据说你很会玩电脑哎。我很玩电脑，我很会玩。很会玩哦，你还有脸书哎。对，我有脸书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咋不知道呢？我有看呐。嗯，而且是据说80岁才开始学习电脑。老了没事了。没事了。老了是年轻的时候啊，都为工作忙碌。年纪大了以后，就为自己的事情是忙碌。那你拿电脑来为自己忙什么？写文章。写文章。听说你还直播哎。曾经直播过。真的？哇，你直播是跟人家聊天吗？直播我是讲我自己的事情。哦，讲自己的事情。104岁了，您还没打算退休呢？只要为了两岸的和平统一，或者是为促进国家的发展，你都会见各种客人，会写各种的文章。我原来呀、常常写文章。最近生了一场病，脸不晓得自己，不是没有意识。他们给我送到车上了，我问他们，你们要给我带到哪里啊？带到医院去，带到看医生。我说医生在哪里啊？他们都不理我了，我就骂他们一句话，我用印尼话骂他们一句话。你怎么会印尼话？跟你的印尼保姆学的吗？印尼保姆呀，这么大了还在学印尼话。然后到医院以后，我又要看还是不知道，这3年才恢复。这次为了我们的采访，您还是出来了，您还是愿意为两岸的关系的和平发展大声疾呼。会不会您觉得在台湾这些有中国心的，像您老一辈的爱国人士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变成很小的声音？我没有这个想法。我做过征战工作，征战里的有6大战，其中有2个，一个是谋略战呢，一个是心理战。台湾的这个人只有老一辈的主张统一，就是新一辈的不主张的发动，是老一辈的过世了以后就没有人主张统一了。所以他这个人是谋略，是心战。我认为啊，年轻人呢、看到这个大陆的这个建设呀、大陆的欣欣向荣啊，更觉得呀、国家应该统一。所以没有这个问题，没有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他们故意的，谋略战、心理战。你会愿意对这一批现代的年轻人说些什么？我希望他们爱国，只有爱国才有出路。台湾没有国，台湾不是国，台湾是个省啊，是台湾省啊，一法一理都是台湾省。您希望要在您的有生之年看到两岸统一？我曾经说过。您觉得两岸如果统一之后的您心目中的中国是长什么样子的？我想我们应该呀，对内呀，自己称呼自己；对外呀，共同称呼中国。看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候。我们如果中国统一了以后啊，我们又可以从恢复了汉唐盛世。您自己觉得未来的统一？有和平统一的希望吗？应该有，我是主张和平统一，我一定希望和平统一。和平统一啊，不是没有希望的，应该要两岸的人民组起来，大家努力啊。
就到和平地法院去的去做。接着为您播出《五粮液时事直通车》。你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愿望。